零零。哦，太杀我了吧！一下就戳到了我的心巴上，这样的男友也太上头了吧！啊，是流星吗？ 老天爷开眼，给我这个23年母胎单身一个机会吧！哇，是我的男神小麻雀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 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又是他？ 小麻雀，别玩火，你是我的。我认识你吗？我是穿越银河系与你相遇的人。穿越银河系？这个破灯泡总是阴魂不散，又破坏我的美梦。走。 你这是赤裸裸的照片！哼！我照片？三师弟弟，我你家祖坟了！我照片！呸！你那牙呲的跟坦克似的，说话漏风还影响你开法拉利了！你，我打你！你再动一下试试！呸！骨性男，快滚！我说陈菲菲，这都101次相亲了，你以为你是在拍电影啊？ 我这是有一颗博爱的心，你这个单身狗是不会懂的。行，去你的吧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，它就是我当时在洗澡，忽然流星，我就许愿，然后就直接掉下去了，然后我就爱河了。啊，陈菲菲，陈菲菲，这是谁呀？你穿这么奇怪，这是哪个补咖怪球吧？这乞丐是年年有，今天怪人尤其多呀。让给我拍一下，好帅呀！ 哇塞，盘正求生的大美男！哎，陈，朱玉金，你好，我是陈菲菲。匹配协到，目标匹配度99.99%。喂，快走啊！一定要找到小麻雀！只有他才能救卡拉姆星球。爷爷，这人自从消失，像在梦中见过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小马驹。你是谁？我是君毅。 被主去相亲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还不是因为公司都是处男。找到小麻雀的位置了吗？搞定，走。我的腿受伤了。我刚到地球，对速度的判断有所失误。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我叫杰古兰，来自卡拉姆星球。外星人，来自星星的你啊。对，我是来找你。 是啊，不知道啊！你的光唰的一下，我就踩了刹车。是小麻雀。哇，好帅呀、啊！ Is a dream. You, 快把我放下来！他的脚受伤了。啊！那帅哥，我们就先走啦。 多名网红直播拍到神秘男子和强光画面，此处引发全国众多网红聚集，企图再次遇见神秘男子。哎呀，什么神秘男子？明明是千年一遇的帅哥，好不好？哼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咋啦？他不是在校外吗？怎么这么快？你眼花了吧？我刚刚明明看到他了。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地球人。停！你还是去祸害其他地球人吧。可我需要你。他们更需要你。我跟你说，他们都在找你。他们找不着我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觉得哪里有你，哪里就是我最危险的地方。我还会来找你的。看什么呢？药拿好了，医生说没什么问题，可以出院了。小麻雀，教授给你布置了新任务，看手机。 哈、啊，宝宝可真是身残志坚，受伤了还得工作。这是元宇宙脑机融合的研究资料，负责人很快就要来公司找上。什么情况？吓死我了！什么情况？单手推车？这人不会是想碰我的吧？快点去追！为了救只猫，命都快离开这儿，喵星人！这个危险的东西会伤害你。小麻雀，你没事吧？ 这个女人又装白莲花那一套呗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小麻雀，你怎么弄成这个鬼样子呀？妈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妈妈一听说你受伤了，就立刻叫上了我的毛脚女婿。你和徐来从小就是青梅竹马呀，你们两个人要赶紧的订婚、结婚、生两个宝宝，统统给我安排起来，晓得吧？我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头好痛，头好痛，是吧？啊，你不是伤的是脚吗？怎么头痛起来了？我脚也痛，脚痛，哎呀，好痛！你这个小姑娘啊，沉迷什么偶像剧，也不晓得叫上徐来，哎，看看电影，逛逛街。徐总，您还约了人，快迟到了，帮我取消。没有什么事能比小麻雀重要。徐来，看什么时候啊？ 把你两个人的婚事啊给定下来，我随时可以。阿姨，叫什么阿姨呀？要叫妈。听妈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不可以。我们先回去，走吧。啊！车不用你赔了，你走吧。放开！你谁啊？我可以是她的男朋友。啊！朋友。 小麻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给我讲讲清楚啊！季木兰，哎呀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他能有徐来好吗？哎，你真的是外星人啊？你为什么要来地球啊？为了你。我。 你知不知道，你给我带来了多少麻烦，让我损失惨重？不知道，但我可以帮你工作，帮你赚钱。好吧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替我打工还债吧。好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啊！你居然还敢提条件？我没地方住。所以呢？ 所以，我们同居吧。主人，主人，怎么有个男人？为了留下来，我会好好做个人。要不是看你可怜，好心收留你，早就把你赶回一颗星。现在我是你的人了，我该做些什么？ 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洗涤、做饭、拖地等家务。做家务就等于做人，拥有免费劳动力的日子开始啦！哇，看着还不错呀。嗯，活干的真不错，给你点个赞。啊。 我这是上天了吗？好多外星人！还没熟，地球上的女人口味真怪。你以后不要做饭，只加热食物就行了，否则咱俩都得嗝屁。啊！不是，不要！ 你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怪物吧？救命啊！算了，你去做你该做的事，现在、立刻、马上！孩子搞破坏，消灭他！疼死我了！快跑！啊！我的家啊！是不是跟我星盘不合？你住我家就是为了拆家的吧？是可忍孰不可忍！让你破坏，快跑！长相人，恶人事，你家我灭绝全球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动！这位外星人同志，让我收留你可以，但是我们必须约法三章。 第一，未经允许，这屋里的每一样东西你都不许碰。第二，对外，尤其是我妈，你是我男朋友，但是我们必须得保持距离。第三，这是你欠我的钱，必须得还清。以上你同意吗？ 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盖章立约，不得反悔。过来，把手伸出来。乖乖摁上去。好嘞。我这不争气的心脏。 怎么回事？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？卫星定位知道吗？废话，我又不是弱智。啊！你好像个变态。啊！ 你干什么？我好像来过这里。当然来过了，来，好好看看，有印象吧？变态！这条浴巾救了我。 那就更加确定了，再加一笔精神损失费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好好替我打工还债吧。哼，给你3天时间，让你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地球人，否则咱俩谁都别想活，懂了吗？为了让你成为一个跟我八字相合的人，先从搞清楚你的内部程序开始。 过来，那就让我用公司的脑力激活，听清你的内置程序到底在想什么吧。这外星人头怎么那么大？别动！你现在是我的研究对象。按照我们城市每小时8块钱的钟点费来算你工资啊。这个代码怎么那么眼熟啊？ 改造你的人是谁啊？小样，还想跟我玩心眼儿？哼！算了，我先看看你有什么能力吧。你来教我怎么改你程序。不用改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学。哼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代码好眼熟啊，到底是谁呢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看完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听着，看完之后。 我对地球文明有了新的认识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啊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结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停！喜羊羊，灰太狼。停！我。 知道了，行，我知道你学习能力很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Stop！ 我说可以了，我真想把你吃掉呢，让我安静一会儿。我太脏了，要不洗干净你再吃。确实很脏。 那个，你先去洗澡吧，我去给你找上衣服。啊！你不会真的要吃我吧？吃你个大头鬼！ 进不来。上一次你用浴巾。上一次是因为充电口漏水，所以出了故障。现在我开启了洗澡模式，所以没事。之后到底是谁编的程序？也太抓马了吧！ 计算机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，你一定要让它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。知道了，喜飞老师，我一定会的。喂，快去地球找小麻雀。 那里安全。爷爷，我不走，快走啊！啊！爷爷，爷爷，一定要找到小麻雀，它是我们的希望。只有它，爷爷，你到底为什么让我来找他？我知道你是谁了。 你是西飞老师编的程序，对不对？西飞老师是你什么人？你不说我就断电，把你卖了当人体模特，永世为奴。我爷爷啊，怪不得我看你那么眼熟啊！除此之外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好吧，暂且信了你。不过总算知道你的来头了。这个不舒服。哦，你怎么会有爱脱衣服的毛病？我去给你找件衣服。他怎么又脸红了？爸爸。 哎，他们穿上这衣服应该不难看。要不要把不能乱脱衣服加到约法三章里呢？ hurting sometimes. 哇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这也太养眼了吧！要是用编程把它改成霸总范儿。阿基姆莱，你说你什么都可以学是吧？当然。女人以后只能刷我的卡。姐姐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别太累，我会心疼你的。哎，如果让你去当霸总呢？什么是霸总？ 这个真不可思议，你们地球上的女人都喜欢这样的男人。我这是在测试你好吧？快说能不能学嘛？能不能让我学点好的？想想欠我的钱，好吧，成交。 启动霸总模式。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妈呀，进入状态这么快的吗？女人，你是在玩火吗？等等，这不是我要的剧本，你穿戏了！我的女人怎么能自己用脚走路呢？ 这台词有够羞耻的，不过我喜欢。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些？人家还是个宝宝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孩子几天不见，怎么说贪就贪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快放我下来！别动，抱紧我。女人，多喝热水。女人，慢点，别烫到自己。来，小样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！够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年纪轻轻就骨质疏松了，腻了。 这工业糖精我是吃不下了，这是你的泡泡行为。他又搞什么土味花招？大哥，你能不能按常理出牌？割地，割地，意思割地，割地，割地，好活啊，哥们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每颗星星都是一本书，叫我加减乘除和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喜欢的霸道总裁。 的礼物，让拥抱代替了读情书。如果你的引力俘获了我的心，冷了情绪。这招也太狠了吧！这谁顶得住啊？睡眠模式，加速。一入霸总深似海，我再也不要喜欢霸总了。看来联盟派了别的外星人带我回去，我要抓紧时间完成爷爷托付的事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啊！希望这个货不要再给我惹麻烦。 安全降落，抵达地点。老板，你找我？你对脑机融合技术有什么看法？你说的是元宇宙的概念？对，元宇宙概念很好。我看过小麻雀教授的研究报告，我决定投资。这事会不会太仓促了些？那天在医院门口，你也应该见到的那个人。 他竟然说是小麻雀的男朋友，老板，这是好事啊！我去找小麻雀，你不用跟着我。小麻雀，小麻雀，你心里就只有小麻雀。你有超能力，我有吐真剂，来，拿着。对，让我们来碰个杯，尝尝，快快！哎。 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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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酒后吐真言，不知道对外星人管不管用啊！再来一杯，不能养鱼，酒量好啊！这东西有什么魔力啊？怎么我越看你越觉得好看呢？没错，就是现在。 让你把秘密都吐出来！哎，青木兰，咱俩玩个游戏吧。这个游戏呢叫真心话和大冒险。你说你是咋出生的来着？想套我话呢？再笑，就把你给吃掉！啊 你这是哪里学来的“虎狼”之词？哎，打住！我现在换口味了，切换暖男模式。启动暖男模式。这是上巴，这是下巴，这是爱你的心吧？哦。 我有雨伞，你有大头，大头大头，下头仇。才大头，外星人都大头。女人，上了我的车就是我的人。天哪！ 你存心让我这个万年花痴失去幻想是吧？这事没完了，是你逼我的。一不做二不休。嗯，来尝尝我们地球人的快乐水，干杯！嘿。 等着看好戏吧！昏犊子了，栽在这小子的手里。我这样不会弄疼你吧？反正我也是第一次嘛，你轻点。 没弄疼吧？还行。先给你上药。啊！啊！总算是像个人了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主人，你唱歌真好听。那当然了。 哎，秦木兰，我终于发现你的用武之地了，不如我们玩点刺激的。好。嗯。再敢往前半步，我就把你给杀了！你应该这么做，我应该死。曾经。 一份真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却没有珍惜，直到失去了，我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。 小麻雀，小麻雀，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手办。喂，你别乱来啊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！这不是医院门口那个神经病吗？我可以解释，可以解释。怎么办？我尴尬到要抠出31天了。 你们俩这么快就同居了？算是吧。不，怎么不算？我们明明说好了同居，还有协议。喂，这 AI 机器人？我不是机器人。啊，他叫金木兰，他是我。小麻雀。完了完了。 既然是你研究的机器人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下次不许骗我啊！好好好，你们都饿了吧？要不然我们去……走吧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我订好位置了。嗯，走。啊！这个感觉有点酸，好奇怪啊！我给你订了你最爱吃的那家火锅店。我才是她男朋友，请你自重。 不是你一个机器人，怎么这么自作多情啊？我是外星人，神经病吧？喂，哎，这样的它好像还挺好用，臂力可以啊！来，抱我试试。真的想抱我吗？太重了，抱不了。我吓我一跳。 这大庭广众的，好社死！你看看人家抱着人家女朋友，你看你，是个狠人。YYDS， 女人来，敢和我争宠？别吃，好像谁不会似的。男人。 这该死的生物！Round 1， 给我吧，我给你摸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那不行，给我吧。当然不行，她是我女人，哪需要自己？字典里就没有数，你还不是瞎看？ KO round 2.算是消停了，还好还好，给我留了一块。 买单，我来。啊，680。不用找了，谢谢谢谢。没钱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？KO。 等等，要不比速度？好，我就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Round 3， 别说我欺负你，让你先走，别后悔，我让你看看一个赛车手的厉害。 果然，男人靠得住，我就会上锁。啊！哼，果然，男人靠得住，我就会上锁。你怎么上来的？人机合一，那你就不是个人。 说，谁让你接近小麻雀的？我自己。说人话，你接近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有什么目的，我就有什么目的。无耻！没错，你是挺无耻的，把他一个人丢在餐厅。现在我要回去找他，谢谢你的店。我现在回去接他。这是早上才充满电吧？吉姆。 进不来，你就不是个人。KO。你心跳声怎么这么大？没事吧？你快把我放下来，快点！啊，还不是因为你跑得这么快。徐兰呢？我用他的车充了个电，不过我充得很克制。怎么说话？ 怪里怪气，进不来。你能不能做个人呢？你把我车弄没电，我打车过来的。小麻雀又见面了。老板上车约了轿车签合同。哦，小麻雀，我们很快会见面的。那我走了。嗯。这是什么 ？Angela、Lisa、Bella、Jessica 送你的礼物，后备箱都塞不下了。我就知道。小麻雀，你听我解释。小麻雀，我。 老板，你这是占有欲作祟，想开点儿，人小姑娘早晚会有男朋友的。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他连睡觉还抱着电脑，看来爷爷让我来找小麻雀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。起不来，你在干什么？ 说吧，你是不是想偷学偶像剧的模式出去赚钱？对，我这不欠你很多钱吗？所以我松手。你呢，就好好在这儿待着，不要受徐来的影响。他再有钱也是个花心鬼。你不在乎钱？我当然在乎了。 不过我只在乎你欠我的钱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哦，对了，不许再进我的卧室，男女授受不亲。睡觉吧。小麻雀，你这是怎么想的呀？你这不就跟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刺佬在一起啊？ 你哪能这么不让我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妈。你是总裁吧？你有钞票吧？不用找了，没钱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你不在乎钱？我当然在乎了。爷爷让我来地球的目的，不会是为了赚钱吧？去。 胖奶奶，今天生意可以呀、啊！哎呀，我今天可赚着大钱了！哎呦！哎呦！我说小伙，你家有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把我的腿都撞伤了。对不起，奶奶，我想赚钱。你想赚钱，自个儿找去。我好不容易找到。这怎么能还钱啊？嘿嘿，小伙子。 这一个啊，能换好几块呢！小吴啊，快把那个沙发给我抬上来，快点！哎呀，小伙子，到底是年轻人呐！ 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成了捡垃圾的高手了。哎呦，你可真行啊！哎，以后和我组团捡垃圾吧！啊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我饮料呢？进不来，你看到我饮料了吗？哦，奇了怪了，刚刚我明明还喝了的。 我死鬼死鬼的镜花水呢？应该是吉尔哈干的吧？吉尔哈，又是你！你给我出来！嗯，这么晚去哪儿了？嗯，快说去哪儿啦？我就是出去放放风，毕竟啊，想要做个人的话，就是要多出去走走，多了解下地球人。嗯，有点臭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做贼心虚，必有猫腻。 此货好的不学，坏的倒是学的一套一套的。哼，嗯，去。你，给我把它放下，快点儿！ 倒出来，快点！主人，这些都是卖钱的。我卖我东西，让你腿脚筋骨，让你不学好，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哼！ 东西我全都赎回来了，可他还是不理我。在吗？在吗？睡了没？ 我是离你最近的小行星，你能接收到我的信号吗？我想跟你说，对不起，我会好好做个人的。你笑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原谅我的意思了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出去捡瓶子，不卖废品，然后给你添乱，好不好？ 对方太过伤心，因为一个坏蛋而失眠了，心灵极度需要安抚。好，你闭上眼睛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睁开眼睛。哇！以后睡不着的时候。 随时叫我，带你来看星星。哎，这里能看到你家吗？看，那颗闪着微光的星球，就是我的家。啊 为什么我的心跳突然这么快？好像从没有过这种感觉。来，奶奶，一共230块钱，您数数啊。 可是第一次卖这么多钱呢！来，给你个大的，小伙子，你可得省点花啊！奶奶啊，这钱该怎么花？嗨，总得花在你自己喜欢的人身上不就行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奶奶，以后我不想捡废品了，能不能给我换个工作？那容易呀、啊，我们小区啊正在招保安呢、啊。 我跟他们可熟了，走，我带你去试试去。好，来，谢谢奶奶。来，走。我找到工作了！怎么办？这下又搞砸了。放心吧，你妈没事，她只是受了一些惊吓。干啥啥不行，闯祸第一名。 赶紧藏起来！快！去！到底躲在哪里呢？我刚刚好像做了一场梦。妈，您下次来能不能提前打声招呼啊？哎呦，滑稽吧！我到我自己女儿家要打什么招呼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和那个徐来……妈，你能不能不要提徐来？ 他不是我的菜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上次还没有问你呢，那个男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字面意思，我恋爱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徐来又有马香又有钞票呀！哎呀，你老早的理想不就是嫁给徐来的吗？那是因为你现在又要跟别人谈恋爱，你渣女啊你！妈，你不懂你。 不要乱讲，妈能做啥？妈能做啥？起开！啊！出来！嗨，主人，实在太热了一点。你叫他什么？ 主人啊，我为他卖身还债。啊，这下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老实交代，你们什么关系？我们反正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不是那种关系，你们住在一起啊？还上了你的床啊？不是。喂，你做什么的？ 我是个保安。保安，妈，闭嘴！你确实是比别人要少奋斗40年。那你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，我来自卡拉姆星球。你给我过来！你听到了吗？他没钱没车没房，父母双亡，还是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港督。这我不同意的，弄脑子像清桑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妈，你听我解释。主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走！摸我裤子干嘛？咪宝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对不起。 我在找我的猫呢，对不起啊！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坚持过绝望，不哭一场，绝望，飞吧，这最卑微的风。咪咪呀！哎呀，小七呀，出大事了，可不得了！花奶奶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奶的豆丁丢了呀，找不着了呀！花奶奶，您先别急，我们分头找。 哦，谢谢小姐呀、啊！你快，你到那边找去。豆丁，豆丁。007。 我终于找到你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跟我回卡拉姆星球？不可能，我是个失败品，不会再回去。什么？这是命令！务必带回007，我将全面启动自毁装置。是。你的时间不多了。你忘了熹妃爷爷是怎么死的吗？爷爷临死之前，让我来地球找小麻雀，我猜。 他的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，是爷爷想告诉我的。我希望你不要忘记，我们体内都有自毁装置，如果不回去，自毁装置就会启动，到时候我们都不死。我们体内都有自毁装置。 如果不回去，自毁装置就会启动。主人，你怎么了？金木兰，你真的没有亲人吗？你不就是我的亲人吗？ 你衣服哪来的？花奶奶给她儿子买的，她儿子出国呢，一直没回来。你看，我穿上是不是还挺合身的？傻瓜，裤子都扣错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当然喜欢了，工作能赚钱，赚钱之后你妈妈就不会嫌弃我了。 我去上班了。哎，等一下！哎，你干嘛？地球人分别之前不是都是要拥抱一下的吗？你这是哪里学来的？菲菲，晚上一起吃饭。感受到你刚哥的魅力了吧？滚！好嘞。怎么了？面带桃花的？不仅面带桃花，还春心荡漾呢。哪有？站起来！看看你，妆容、发型、衣服都不一样了。 我这是我妈来了，我特地打扮不行。来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！我宣布，我们的工作室终于有投资人了，就是我们的徐总。太棒了！大家好，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共事。哎，这不是医院门口那个徐来？徐总对于脑机融合的前景非常看好。 希望各位可以准备好3天后的汇报。汇报这么快？这是投资方的最低要求。明天你把所有需要的资料送过来。好的，老板。小麻雀，我找你有事。好，没事了，大家忙起来，该忙起来。小麻雀，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。 说起来也奇怪，我们一起长大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总会不经意的想起你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有无数朵鲜花，但是我只爱你这一枝。我们交往吧，徐来，你别把我当成你那些 Linda、Rose、Lisa 之类的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小麻雀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 我们早点把婚期定下来，这样刘阿姨也不用再担心了。徐来，我以前确实是喜欢过你，不过那已经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现在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喜欢的那个，你确定是人吗？这跟你没有关系。小麻雀，小麻雀。 我没看错吧？小麻雀拒绝了他的青梅竹马。怎么有人连生气的样子都这么好看？这五官绝绝子啊！我觉得那个李青的身材真好。哪里好？哪里不好？自己没有，就只能羡慕别人喽。说谁没有呢？哼，女性男。有个性，我喜欢。怎么是他？没事吧？我有点吓到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 走，我们回家。饿坏了吧？吃口面。 季木兰，你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离开我。放心，不论你以后遇到什么危险，只要喊我的名字，我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。嗯，再吃一点。 亲爱的，想我了没？Lisa， 大家已经很熟了，搞得太难看，对谁都不好。徐来，只要我们两家联姻，对谁都好呀。婚姻不应该是一场交易。我们俩交易的还少吗？徐来，刘阿姨，刘阿姨您来了。 徐来呢？啊，徐总正在跟直普集团的邵董事开会，我有急事找他。哎，阿姨，让开！我今天心情不好，算了。你信不信我能让你心情特别好？阿姨，您看。 我都跟您说了，徐总就是在开会呢。徐来，你不是约了我们家小麻雀，要商量下个礼拜的婚礼吗？阿姨，我刚才忙工作，我现在就去。那赶紧的。您这边请。本来就是玩玩而已，怎么还会有人当真了？ 是谁当真了？我知道是你，出来吧。我警告你，不要接近他。 你到底是为了熹妃爷爷的利益，还是喜欢上那个女人？是谁？ 007，你就承认吧，你留在这里根本就不是为了所谓的秘密，而是为了那个女人。你只有一周的时间了，自毁装置一旦启动，你将灰飞烟灭。你记住，我们不配拥有感情。 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打劫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把钱交出来！都拿来吧！进不来，找死！进不来，找死！ 没事吧？你给我解释。我说过了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你为什么不听？你是谁？我就是大牌输了，想偷点钱回个本儿。 您这是？我就是想来偷点钱，就被打这么惨。蹲下！李青，报警！老板，我来。喂，110吗？我们这边有入室盗窃。疼吗？你真是全宇宙最大的傻子！就算有超能力，那也不能不要命啊！放心吧，我没事。 是没事，小麻雀，你没事吧？嗯。如果连所谓的男朋友都保护不了他，你的存在有什么意义？疼，快，这。小麻雀，这里不安全，住我家吧。我没事，你先走吧。谢谢你。但是你，老板，小偷已经交给警方了。那行吧。 要是有什么事情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慢走，不走。你这个软饭男，给我等着！你看看怎么弄成这样，下次不许这样了，知道吗？小麻雀有危险，你把公司的安保组调过来，时刻保护他。老板，这没必要吧？听我安排就行了。刚刚那个人交给警察了吗？交了。你再回去看一眼。 男人，咦？ 错吧？怎么可能？你是谁？难道跟金木兰是一伙的？坏了，小麻雀，小麻雀呢？他已经休息了。想见我问你，小麻雀今天晚上有危险，知不知道？ 果然，你早就知道了是吧？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你以后不许再接近他，听到没有？让开！人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俩。 在这儿干嘛？我们加班啊！对，加班。哎，咋了？失恋了？你拿酒去。好嘞。哎呀，男人靠不住。坐下，姐妹陪你。我看你是选择困难症吧？选择什么？ 左边是有钱有颜的富二代徐来，右边是朝夕相处的金木兰，不知道选谁吧？要我说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们成年人都要。陈菲菲，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接近你是带有目的的，你能接受吗？那得看什么目的。如果是因为我的美色，为什么不接受？能不能正经点儿？因为金木兰吧。 他就是个三不男，什么三不男？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。你说是不是我误会了呀？我想谈恋爱，人家只想完成 KPI。酒来了，酒来了！你们俩聊啥呢？神神秘秘的。女人说话，男人闭嘴。男人一点地位都没有，下辈子我要当女人。二哈，支个招吧。你和那个男人都找不到，二哈也没办法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二哈不是个东西，二哈是机器人。哼！主人，你回来了。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唉，你个没用的外星人！小麻雀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家贼难防啊？你干嘛？住你家？不是，你住我家干嘛？你为什么不住自己家呢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多危险？我觉得你比任何人都危险，你出去。这里不欢迎，不需要你欢迎，我就不出去。出去，不出去，出去，不出去，出去，不出去，出去，就不出去，出去，不出去。继续，我走。小麻雀，你最爱的拿铁。徐来，以后别再去我家打扰我了。我们查过监控。进不来的同伙10天前就出现了，我怕你危险。小麻雀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你要跟一个机器人谈恋爱？按照家里的规划，我们应该结婚生孩子。我难道比不上一个机器人吗？徐来，你一个投资界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什么女人都不缺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想跟我在一起。你只是放不下心中的执念罢了，小麻雀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抱歉，我要工作了。早，徐总。你想啥呢？他可是徐来。你行你上，反正我不喜欢。你这是恋爱脑滤镜，妥妥的一个帅气富二代，知根知底，跟你又是青梅竹马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你不是从小就喜欢徐来吗？现在人家都要跟你共度余生了，你难道要因为一个外人拒绝他？啊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徐来，这还用纠结？妥妥的一个帅气富二代，知根知底，跟你又是青梅竹马，你难道要因为一个外人拒绝他？我要是你，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徐来。这是姜茶，去寒的。这东西真不是人喝的。我们本来也不是地球人。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喝。其实地球上还有一种东西更好喝，叫做酒。下次带你品尝一下。我不是来跟您讨论食物的，我们不属于这里。但这里的人都有情感，那只是成为高等人的绊脚石。我喜欢小麻雀，我想一直陪着她。你的命不属于你自己。那我可以自己选择死亡。你是可以选择死亡。难道卡拉姆星球上的所有实验体，他们也只能选择死亡吗？难道你不打算救他们了吗？ 这我不同意的，动脑子想想亲子。爷爷临死之前，让我来地球找小麻雀，我猜他的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。你不是从小就喜欢徐来吗？既然都要跟你共度余生了，你难道要因为一个外人拒绝他？美女。让哥哥嘴一个。美女，让哥哥嘴一个。你怎么在这？我担心你。 担心我，还是担心找不到熹飞爷爷的秘密啊？你听我解释，一开始的确是熹飞爷爷让我找你，就是的，不是因为我。不要跟着我了，小麻雀。 小麻雀，小麻雀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里待多久，哪怕只有一天、1个小时、1分钟，我都不想浪费跟你在一起的时间。我爱你。 天地的疼痛，在心底渐渐浓，想对你好好诉说，却一个人醒了梦。彼时爱有多轻松，此刻就有多沉重，纷繁重重，阻隔重重。 投入过太多，忘了你我不能卸下了所有骄傲，只为在你怀中。只要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这里能看到你家吗？那颗闪着微光的星球就是我的家。我要与你相拥。 给我那个信号，穿过所有喧闹，只要能和你再次相遇就好。我有个梦是陪你变老，我是一切爱你就好，除了你之外全都不重要，在一起。 以上就是脑机融合接口的技术展示，当然，脑机接口也是一把双刃剑。我们也正在考虑这项技术面世后带来的负面影响。谢谢大家。如果没有太大负面影响的话，修复 bug， 尽快开发。一旦实验成功啊，人类将会进入崭新的阶段。是，教授。徐总觉得呢？老板，老板。哦，没问题。徐总的意思是希望下次可以看到关于 bug 修复的具体方案。没问题。小麻雀，你怎么对徐来这个态度啊？来，菲菲，喝咖啡。你俩给我站起来！ 你俩怎么穿情侣装啊？还是不一样的。我是 S， 他是 M。嗯，对对，我 M。S M， 骗鬼呢！这款衣服最近这么火，撞衫岂不是很正常？限量款是吧？新潮限量是吧？连亲戚阿姨都是限量款。菲菲，听我解释，菲菲。进不来，等很久了吧？没有等很久，给你准备了奶茶。奴才祖上啊！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离那个人远一点，远一点，你听不进去是吧？妈，我也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喜欢徐来，不喜欢徐来，就跟这个什么老母星人在一起来气我呀！那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不管金木兰他是什么星，不管他是保安还是保姆，我都喜欢他。你是要气死我呀！徐来，我们知根知底呀，他有钞票又有样子，你是眼睛瞎掉了呀！就当我眼睛瞎吧，徐来这个花花公子我惹不起。你走。 走，你长大了，翅膀硬了是吧？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你是脑子瓦特了呀！阿姨为什么这么喜欢徐来？我跟徐来从小一块长大，直到他高中出国，我们还一样保持联系。我以为我们能走到最后。 但是他身边一直围绕着一群莺莺燕燕，我也是在 ins 上发现的，所以我妈妈并不理解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我，为什么要去拒绝有钱有貌的徐来。但是时间证明，我们并不是一路人。 小麻雀，现在你有我了。我有你了。老板，少喝点，伤胃。伤胃？伤胃怎么了？我伤的是心。及时止损不是什么坏事。你不懂，我从小我想要什么东西就没有得不到过。 所以，你不是真的喜欢小麻雀，你只是不喜欢失控的感觉。我徐来什么人？我会失控？嗯？老板，你喝多了。我徐来，我想要什么东西？ 没有得不到的，你小心点儿，徐总。啊、原来从这里看过去，我们的星球那么渺小。008，你想熹妃爷爷吗？想啊，但是我也知道爷爷让你来这里的目的。不过哥，过了今夜12点，你的自毁装置就要启动，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 考量到全球实验区域面积，自毁装置已启动，请于7日之内返回星球，否则机会人亡。今天呐，超市打折，所以呀，我就买了这么多东西。哎，小静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奶奶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什么问题呀？你说，人如果死了，那活着的人还会记得他吗？当然会记得了，人死了，永远会活在他的记忆里的。那，怎么样才能留在那个人记忆里最久呢？味道，味道啊，是留在人的记忆里最长久的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全宇宙最强美食——火锅。 哎，你可拉倒吧！这是人类的美食之光，勿剽窃。怎么可能？来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喂你吃火锅啊！你是不是傻呀？不是这样的。来，你看我啊，这是麻汁，然后这是花生酱，它俩放在一起特别好吃。5、4、3、2。 开了！当！你喂我。小心烫，小心烫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火锅配酒，越喝越有。你哪儿学来的？对了，小麻雀，你有什么愿望没有？ 愿望那可太多了，说来听听。就例如一夜暴富，然后看到鲸鱼在天上飞，这也叫愿望吗？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你怎么了？你这些愿望。 都太难实现了，最后一个不难实现啊！我们可以从约会开始。好，那明天带你去个地方。终于开始约会了，耶！奶奶，女孩子一般喜欢去哪约会啊？当然是公园喽。华奶奶说的果然没错，这应该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就算以后我离开了，她回想起来也会觉得很快乐。这算约会吗？算吗？ 苍天呀！约会不应该去游乐园、电影院这种地方吗？啊，真是一点也不懂浪漫。干杯！穷屌丝，只有屌丝才会来这种地方约会。老板。 上次让我调查的事情有眉目了，哎，你注意遮着点儿。金木来果然有问题，不行，我得让小麻雀远离他。老板，您这么做会不会有点儿不太好啊？就算是谈恋爱，也要跟我这种优质男人谈恋爱，跟着他，终归会是一场悲剧。 小麻雀啊，今天天气是不是特别好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金木来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地球上，两个人像鸳鸯一样成双成对，白头偕老，是最美满的结局。鸳鸯成双，白头。到老，可是我的时间不够。其实也不一定非要白头到老，时间的长短也并不重要。不重要，果然全宇宙的男人都一个样。哼，我要去走走了。啊，你这样吧。好。 哎，你帮我拍这个，你快看，好可爱啊！哎，我这样，你看，你这样拍。原来你喜欢熊？嗯，当然好看了。你看，好可爱呀，好乖呀！我怎么没想到小麻雀喜欢熊熊玩偶？真可爱！到底哪里可以买到熊熊玩偶呢？啊！幼儿消失。 该不会是去抓熊了吧？这么快的吗？我就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你这么懂浪漫。吉姆兰，你跑什么呀？你别跑呀，吉姆兰！以后你遇到什么危险，只要喊我的名字，我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。不好，小麻雀有危险！ 小麻雀有危险！吉姆兰，你站住！干嘛呀你？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跑什么呀？转过来！转过来！装！ 继续给我装！我知道是你。莫非他发现我了？不可能啊！哟，玩心还挺重的嘛。哎呀，好啦，抱抱熊。啊！地球上的女人太可怕了，007一定是中了她的毒，我必须立刻除掉她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先酝酿一下情绪。天哪，他这是要抱我吗？ 女人，是你逼我的。姐姐，我能跟那个熊熊拍张照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来，把手机给我。耶！来，熊熊，比个耶，比耶。茄子，再来一张，换个动作，比心，这样，这样。 好了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谢谢，熊熊，我给你糖，希望你天天能过得跟糖一样甜。拜拜。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不是我让你好好盯着你。 你总看着我干嘛？你让我带这么个破玩意儿，我不就只能看到你吗？快找找！多大人了，就知道躲猫猫。住手！吉木兰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……别找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你有没有受伤？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什么？ 你怎么解释？他没有恶意，他只想警告我。行，你终于承认了，就是因为有你，小麻雀才会有危险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小麻雀，难道我今天戴错帽子了？我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可是外星人，得有骨气，怎么能被一颗糖果打败呢？嗯，还挺甜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他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？季木兰，你知道人类相处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信任。我信任你，也希望你信任我，好吗？ 小马驹，你看，是金鱼，金鱼在天上飞，好漂亮啊！季木兰，我的愿望实现了。狒狒，二航，你说我该怎么跟外星人谈恋爱呀？你说我怎么才能给小麻雀留下美好的回忆啊？ 你果然跟我的主人下手了！别闹，说正经的。那就好好谈一场恋爱吧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必须把金木兰拿下。你刚刚点的那个好喝吗？当然好喝啦！而且我跟你说，这里的冰淇淋蛋糕特别好吃。打扰一下，你们点的餐，谢谢。你快尝尝。我先喝咖啡。 嗯，咖啡真不错。快尝尝，快尝尝！你的嘴，你的嘴，别说话，吻我，我相聚白看了。这咖啡有毒。季木兰，我考考你学过的知识哈。如果女生嘴上沾上了沫沫，该怎么办？那还不好办吗？停！季木兰，你还是别做个人了，因为这世界上不需要再多一个钢铁直男。我爷爷说过，我的程序啊，可以不是直的，可以迂回转弯。没救了！哎，你说金木兰会不会是外星人呢？外星人？不行，我必须得时时刻刻监视他们。 再出什么幺蛾子，我把他拉去喂鱼。根据最早对金木兰的调查，他是穿着奇怪的衣服出现在大街上的。你说，他们外星人会不会有什么找地球人培育后代的计划呀？救命啊！老板，老板，不行，小麻雀不能给他生猴子。 根据对金木兰的调查，周围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好，都说他是一个优质男性。优质男性？切！我问你啊，如果让你选，你选我还是选他？你觉得呢？当然选我。直男和直女是没有结果的，要么单身10000年，要么打开自己。第二招。 不经意间制造身体接触，加油哦！甜吗？好甜！制造身体接触，季木兰，我这边位置好像有点空。你是不是有点冷啊？对。这下总该开窍了吧？告诉你吧，有的是衣服。季木兰，你简直无药可救啦！想不到这么顺利，就实现了这么多愿望。哎呀，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留在这儿了。花奶奶说过，真爱永存，回忆就是存放爱最好的容器。我是不懂什么是爱，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是让你活着，这也是我承诺给爷爷的。但不能给小麻雀最美好的回忆，对于我来说，与死亡无异。而现在，我能清晰地感觉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。 所以，爱到底是什么呢？谢谢，熊熊，我给你糖，希望你天天能过得跟糖一样甜。你以后会知道的。出头好多天了，此后毫无动静，这恋爱还怎么谈啊？少女曼丽可不是这样的。哎，青木兰，我腰疼，你快快扶我起来！哎呀，哎，痛！疼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 齐木兰，我们好好的谈一场恋爱吧。小麻雀，我只能给你一场有期限的恋爱了。鬼鬼祟祟的，找我什么事？鬼鬼祟祟的，找我什么事？我想把小麻雀托付给你。托付？ 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。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所以你真是外星人？对，我来自卡拉姆星球，我的自毁装置已经启动了。如果再不回去，3天之内便会死。外星人？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 疼！你给我植入了什么破设定啊？啊！让小麻雀继续开心下去的任务，就交托给你了。啊！什么破设定啊？旧信的故事，烧坏了我的芯片啊！ 你别过来！你真的要走？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到我自己的星球。加尔哈，你也要好好保重。哼！ 有问题呀、啊，王刚。早啊，小麻雀。转过来。今天天气不错啊。说吧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？SM 情侣山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在一起。哦，瞒我到现在啊，你们俩。嗯。 你跟金木来都那啥，我俩那啥也没事吧？啊、嗯，什么金木来？或许金木来才是真正愿意牺牲一切守护你的人，可惜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请你保护好他，拜托了。我会的。但你不怕你离开之后，他会伤心吗？但我更怕无法带给他最美好的回忆。来，小心抬脚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我知道今天是我生日。生日对于地球人来说是最重要的节日啊！来，主人，请许愿吧。嗯，小婉君，陪你过完这个生日，我就该离开了。金兰，希望每一年的生日都有你陪着你。 小麻雀，在哪儿？你到底对007做了什么？老板，追踪到小麻雀定位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去。008，你不许伤害他！先过了我这一关。嗯。 哥，我们出生在卡拉姆星球，一起出生入死，跟我回去吧。我一开始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我来到地球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。 你的人机合一实验全部完成，将会彻底失去情感。我们之所以失败品，是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有人性。爷爷想让我们作为人活下去，你明白吗？为了爷爷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至于小麻雀，就让他忘了你吧。不要008！金木兰呢？你把她怎么样了？在她找到你之前，我必须要让你忘了。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伤害她？我们卡拉姆星球原本跟地球一样，但是经过几次科技革新之后，我们进入了高度智能化的时代。统治者为了提高进化机能，进行了人机合一的实验。我，还有007。 都是被选中的实验者，所以你们的超能力是实验结果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那如果实验成功后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实验成功，我们将会成为坚不可摧的机器，兼具工作和战斗能力，成为完美的智能改造人。 但是在我们体内，也被植入了自毁装置。如果不能按时返回的话，他就会死。会死？因为你，他就算死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。他说他要把回忆留给你，所以这么多天，那才……你放心，我不会放任他不管的。既然我改变不了他，那我只能清除你的记忆，让他彻底死心。 你来的正好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还跟从前一样。小白雪，不要忘记我，小白雪，不要忘记我。 你和他的记忆已经被我清除了。现在，你觉得你还可以活在他的回忆里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是为了你，为了我。你知道吗？我在这个星球上感受到了你们星球没有的温暖。我不怕死。 是因为小麻雀记得我，只要他还有关于我的记忆，我就觉得自己没有白活。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结束了。 我要回去了。 进不来，你保重。点滴的疼痛，在心底渐渐浓。 想对你好好诉说，却一个人醒了梦。彼时爱有多轻松，麻烦帮我照顾好他。此刻就有多沉重，分分钟钟，阻隔重重，投入过太多，忘了你我不能。 卸下了所有骄傲，只为留在你怀中。小麻雀，哪怕这个世界上没有我，你也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此刻就有多汹涌，我不忍这结局，我要与你相拥。给我个信号，穿过所有喧闹。 只要能和你再次相遇就好，我有多么。外全都不重要，在一起就好。 你是谁啊？对不起，把你弄丢了。我认识你吗？傻瓜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？我来自卡拉姆星球，我叫金木来。外星人，金木来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 再次相遇就好，我有个梦是陪你变老，不惜一切爱你就好，除了你之外全都不重要，在一起就好。给我的讯号。 穿过沧海人潮，只要能和你再次抱紧依靠。我有个梦是陪你变老，不惜一切爱你就好，除了你之外全都不重要，在一起就好。 喂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呀、啊？你说小麻雀，你去哪儿？这就是地球，我一直想知道的那个答案。原来藏在这些记忆里。这就是所谓的爱吗？ 爷爷，他在地球上过得很幸福，他找到了活着的意义。我也该离开了。金木兰，也许你是对的。再见了。小麻雀，你个大坏蛋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会死！我不想让你难过。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想原谅你了。你要死！ 你就死远点，你别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只是想保护你，什么都不说，就是保护我吧？你以为你走了就不让我难过了？你以为你有超能力就可以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 你个大坏蛋，金木兰！你个自私鬼！金木兰，我好想你。小麻雀，008出事了，我得去看看，你等我。你去吧。徐来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你这是给我发好人卡了，看来我是彻底没机会了。对不起。别，倔强的小麻雀都学会道歉了，看来是真长大了。 不过你放心啊，追我的人都从这儿排到巴黎去了。不过，我真心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你就是要死要活的，非要跟那个外星人在一起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 反正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。祝你们俩幸福。没想到你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。那我们就按地球的仪式来吧。 008，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地球上的酒。每次我喝了它，心跳都会特别有力，这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、有情感的、不被程序操控的人。可惜，再也没有机会跟你一块喝了。 也许不久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金木兰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咱们的实验还没成呢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没时间了，我分析了一下007的芯片，如果从外部强拆，就会启动自毁程序。 我之前试图入侵过金木来的程序，发现了一个隐藏文件，普通路径根本就打不开，只能用我们的脑机合一找到通道。我觉得有戏。我们之前最大的技术难点在于，人类无法承受人机交互时对大脑产生的冲击，甚至有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。但是金木来是外星人，他本身就是 AI 人机一体，可以减轻这部分损伤。 相信我，AI 脑机合一程序启动，5、4、3、2、1。超过50%了，成功一半了。金木兰，别怕，我陪你一起走出去。 找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等等，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别怕，我们一起。好。怎么回事？程序不稳定，正在修复。进不来。那是什么？西飞老师一定在提醒我们什么。 你看，西木兰，你怎么了？糟了，醉魂霜这里藏了陷阱。你快走！只剩下20秒了，相信一木兰，大家不要慌。干嘛？这中间怎么还少了一部分？西飞老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卡拉姆星球特有的语言，它们组合在一起是一段代码。代码？也许将来的有一天会用上它。 西木兰，你的记忆还在吗？ 小麻雀，谢谢你。原来这就是西飞老师留下的秘密。近日，本市天文台预测到本世纪最大的流星雨将于27日晚登陆地球。一起陪您去看流星雨的神话也即将变成现实，让我们一起迎来这一场最大的流星雨吧！你说，会不会有除了你之外的外星人降临地球啊？你是可以选择死亡。 难道卡拉姆星球上的所有实验体，他们也只能选择死亡吗？难道你不打算救他们吗？008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小麻雀用爷爷留下的代码，不仅解除了我的自毁装置。 还破解了人机合一的程序禁制。有了这个解除禁制的方法，卡拉姆星球的人就都有救了。西飞爷爷要是知道的话，他一定很高兴。你也很高兴吧？一位年轻科学家提出，脑机合一实验面临着人性伦理的巨大考验，需要重新审视。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。 而不是用来违背人性。哎，早啊！来来来，尝尝我新煮的咖啡。愣着干嘛？赶紧喝啊，要不然该凉了。尝尝。你今天有点奇怪，怎么把我活全都干了？我很厉害的，好吧？我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所以你就放心吧。 哎呀，赶紧尝尝，亲手煮的，很用心的，怎么样？好喝。你小心，我们俩真的没关系，哎，误会了。就是想你了。等久了吧？电影快开始了，走吧。来，我们拍张照。小麻雀。嗯。以前我不懂什么是爱，也不知道什么是谈恋爱，但我现在知道了，原来爱一个人，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待在一起我都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，不管我在哪，哪怕隔着一条银河系，我也会一直爱你。嗯。花奶奶啊，我看您的老花镜有点破旧了，给您买了一副新的，你看。小金啊，你这是咋了？奶奶不缺眼镜啊。奶奶，您就收下吧。奶奶，其实我是来跟您告别的。孩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什么时候想奶奶了，就回奶奶家来啊！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啊！好。真的要离开了，竟然会这么舍不得。这位外星人同志，我们必须得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未经允许，这屋里的每一样东西你都不许碰。第二，对外，尤其是我妈，你是我男朋友，但是我们必须得保持距离。第三，这是你欠我的钱，必须还清。走的时候再见都不说一声，能做个人吗你？哈哈，以后我不在了，你照顾好他，记得按时提醒他吃饭，不要熬夜，不要一见到好看的男人就上头，别让人欺负他。还有，一定要让他开心。我会让主人开心的。只要能和你再次相遇就好。我有个梦是陪你，我有责任去拯救我心缺的同胞。我们以后都不能再见了，一定要好好的。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切。小麻雀，对不起。傻子，我都知道，可是我不能那么自私的捆绑你。进不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遇到你以前，我真的不相信爱情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像偶像剧里的男主一样对我好，保护我，呵护我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穿过沧海，进不来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丢下我，你回来吧，你快点回来，我真的好爱你。我心一切爱你就好，除了你之外。开心就好。小麻雀，你再不出发就要迟到了。今天可是陈菲菲和王刚的婚礼。知道了，啰嗦的吉尔哈。徐总早。小麻雀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你研发的脑机接口技术，从下个月开始就要在全球推广了。 哦，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兴奋？你说说你，不好好的跟李青度蜜月，一大早就为了跟我说这事儿？当然不是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咱们公司研发的脑机合一助力残障儿童康复的技术已经批下来了，从下个月开始我就会正式启动，到时候有你忙的。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还有，你不要总是为了提高股价做概念，科技是为人类服务而生的，当然要以人类的幸福为出发点。 你跟老板说话，你能不能客气点啊？好，好，好，老板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啦。进不来，赶紧走开！这些粉丝没完没了的啊！走开！来，让演员休息一下吧。来来来，来打板的上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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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这边，你等着了，快点过来！来来来，给我们注意啊！啊，能做个人吗？准备120场，13季，14次。你好，我刚到地球，需要你的帮助。